宇宙天团 Era 寻日12月2日四岁生日，咁啱成员193嘅自家品牌喺呢个大日子同商场有联成活动。三三嘅老婆当然把握机会教家用，用行动撑老公。三三本尊都有去打卡噶。专登请假朝圣嘅老婆软皮就使咗四位数嚟科金，仲抽中咗三三嘅亲笔签名 postcard 添。好开心啊！今次呢个有佢个亲笔签名咁样，我会过交，多啲嚟呃我哋钱啦，尽量科金，尽量科金。有幸运之神眷顾系唔同啲嘅，佢仲扑到 Era 九展 show 嘅飞，真系威威猪啊！好好彩就有扑到一场嘅飞，但系就。之後再加場就冇啦，咁樣都好難搶啊！佢哋啲飛，下次出開多幾場喺紅館，唔該。你都會唔會客做啊？唔會啊，佢好支持我㗎。佢通常咧，如果佢放到假嘅話，都會陪我一起追星咯。咁有時就佢幫我手影相，咁我就可以專心可以舉下牌啊、嗌下啊，咁樣睇下個表演啊，咁樣。邊一半靚仔啲定三三靚仔？三三靚仔啲，而另外三位老婆都有唔少斬獲，佢哋仲話會永遠支持 Era 添。希望除咗四周年啦，可能之後有40周年或者80周年一齊繼續行落去陪 fans 咁樣。咁希望 Era 四圍一體就可以繼續行遠啲嘅路啦，係咯，因為始終得佢哋四個先做到呢個咁特別嘅化學作用。讲到早前三三喺节目 ，Era 自爆96小时爆喊，老婆们都话好心痛啊。因为都睇住佢由全民造星开始，其实真系好努力啦。咁，但系可能中间都有可能好多唔同嘅事情经过啦，有好多人都对佢有误解啦。咁可能即系过咗自爆之后，佢哋自己心情否白咗之后，咁可能街边啲路人啊，先至会理解到原来佢唔系佢当初认识嗰个佢咯，可以见到佢更加真嘅一面咯。祝 Era 四岁生日快乐，耶！祝 Era 四岁生日快乐。除咗三三嘅老婆有行动，宝奇嘅 Pokemon 都一样喺旺角举行一年一度嘅市集，派发大佬嘅应援物之余，仲有福袋买，有机会得到大佬嘅亲笔签名噶。另外 ，Pokemon 仲安排咗 LED 广告应援，贺四子牛一添，认真 sweet 啊！睇到都祝 Era 生日快乐，越嚟越好笑，越嚟越红，越嚟越发啊！